听着无数英雄热血般清风，情比度更浓，风尘路上男儿泪最重。风平浪静谁人将嘲弄，明伤暗痛人间咋笑容。苦尽甘为来忍辱又付出，心中的痛不求有人懂。千里来相送，英雄的珍重，珠宝暗亮无悔，终身永入生死骨。人心风雨中，英雄多珍重，臣不嫉妒不畏强，量壮志气如好了，我想的，我盼的，我做梦梦到的，我要的都有了。我根本不觉得自己在被人追杀，只感觉我拥有整个世界。如果沧海枯了，还有一滴泪，那也是为你哭的。守住断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花里苏奴，奴才在。叩见皇上。热河围猎时日不短，传旨各文武大臣亲王贝勒准备明日起驾回京。扎。慢。皇上。洛桑近况如何？回皇上，他在高娃的葬身之地四处漂泊，时而他回到高娃的墓前诉说衷肠。相随半年也够报偿情债。
也算是情深意重了。不可再为一个女人放浪形骸，流落蒙古。近日你既带她进京，使其文武双修，日后以托重任。扎。委顿半年，你还没睡醒呢？啊，苏师傅，错丧。苏师傅，你从哪儿来啊？热河避暑山庄。皇上，对，皇上记挂着你呢，特意传旨让你进京呢。苏师傅，我不想离开。洛桑，铁木尔一家牺牲，高娃的死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这样委顿颓废，不只是辜负了皇上对你的锻炼栽培，也辜负了高娃和铁木尔一家对你的期望。皇上为了激励你勇猛精神，奋发昂扬，特赐颁勇号金伯虎三字，以表彰你搏杀漠北猛虎所没之功。你还不该奋扬替力吗？师父，我知识浅陋，难当皇上期许啊。知识浅陋是因为你未经雕凿灌输，此次皇上召你进京，就是要请博学鸿儒朝廷名臣教导你博通学识，再请武术技击高手训练你搏杀战斗的武技。洛桑啊，这种机会是旷世难求啊，将来学成，你立足朝廷，昭雪家族冤屈，重振家门荣耀，岂不指日可待吗？高娃和铁木儿等九泉有之，也会含笑瞑目了。尽管就碰到这个，盘龙玉是皇室眷属。喂，喂，喂，醒醒！密云县陆庄陆琼林，喂，醒醒！喂喂，丙总管欧长安回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
欧禅叩见总管。怎么样了？恕卑职该死，截住了郡主，却又临时借虎不周，被陆崇祥救走。什么？别急，让他说。卑职已严令王府侍卫在当地搜索，绝对跑不了。哼，找不回来，我砍你的头。是。住店还是吃饭呢？啊，伙计，这里是密云县吗？对，这就是密云县。好，给我来个单间雅房。有，您请。哎，伙计，啊，我跟你打听个人。哎，这儿有名有姓的，就算我不知道，我也能帮您打听到。好，陆庄陆琼林。啊，我知道，他是豫王府的佃户，领种着十顷官地。他老婆在府里当奶娘，三个儿子都在府里当护卫。您找他呀？对，怎么走？哎，您这住店还是问路啊？住店。嗨，那您请。先问路，办好了事儿再住。嘿，小兔崽子，你拿我开心呢你？你知道这店谁开的吗？你瞎了你的兔眼珠子！喂，哎呀，哎呀喂，哎，好小子，你敢在一刻去打人，你不要命了你？哎，我你。嗯，要住店啊，看样子像黑店，不敢住了。往陆家直走，前面过了石板桥，拐弯就到。谁啊？陆琼林，陆大爷。嗯，是我。你是？啊。嗯。啊。走。哎，青天，崇吉他们怎么样了？崇吉是谁啊？就是给你腰牌的人呐，他是我儿子。哦，等一下。他死了。多余的人搜后院，我来对付这个蒙古小子。嘿，走啊！乖乖，你给风狗咬了，乱杀乱砍的，我不过是个报信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你找阎王说理去，敢进这个庙，就得出神仙。嘿，啊！陆大娘，你快走，快走！
向大明，快走，保护郡主啊！放心，听着咱陆家死刑，也要保护郡主，你们去滚！快走啊！你是谁？慢着，慢着，我是过路的。重良，郡主。你是哪家王府的郡主？玉兴王府。哦，你知道？听说过。你说过路要去哪儿啊？进京。哎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打打杀杀的，谁跟谁啊？我像一头撞进迷魂阵里了。强啊！我是猴子啊！二哥，郡主呢？郡主，他郡主他跑啊！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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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想干嘛？反了！卑职奉命迎接郡主回府。奉谁的命？总管罗冲罗大人的严命。哼，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郡主，请移驾。我不回去，我不想再见那对狗男女，我要到热河去见父王，揭发他们。郡主，恕卑职放肆。哎，郡主说了，她不想回去，你没听到吗？再说了，你是奴才，奴才就得卑躬屈膝，哪有像你这样张牙舞爪的？滚开！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嘿，嘿！哎呀呀！嘴巴放干净点！哎妈！兔崽子，你找死啊你！找死的是你！啊！刚刚被欧长安截住。好好好，哎，我说，你们慢慢谈啊，我走远点，不趟这浑水。哎哎，你别走啊！干嘛？你得把我们冲出去。我为什么不能走啊？我今天撞了邪，走了霉运，稀里糊涂的搅进你们这档事儿里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谁跟谁。我哎，你别说了，我是过路的，我也不想搞明白谁跟谁，跟我不相干，我走了。住手！你们都疯了！郡主，不能留活口。我们现在正要帮手，你明不明白？郡主，罗冲的人正在抓我们，我们不能走漏任何消息，除非他肯帮我们。
跟我们走。放他走。郡主。放他走。混账东西，瞎了！喂，你耳朵也聋了？我就是叫你，我老婆子坐在这儿，你看不见啊？哦，看见了。看见你都不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蹲下。啊。蹲下。转过身去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。年纪轻轻的就不知道敬老尊贤，看到老人家扭了脚在路边，也不知道主动过来背，你这不是找挨骂吗？哦，来，走，走啊！哎，大妈，你可真会折腾人呐！什么？哦哦不，您别生气，往哪儿走您总得告诉我呀。往前走。哦，好好。啰嗦。我像一个十足的恶老婆子，可她尚能如此善待长者，足见小伙子为人忠厚善良，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吗？哎，快走，前边，前边转弯了。好好。哎，我叫你背我几里路呢，你那脸皱得像苦瓜一样，比我老婆子的脸还皱。快走。好。快点，快点，这么慢，年纪轻轻的就走不动了，这才走了几里路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，快点儿！好，哎呀，快点儿！怎么走不动了？快走，快点！看你这样，快往上上！好了好了，到了到了，停停，让我下来。你的脚，脚怎么了？血脉通了不就好了？哎，你别愣着，过来。进去，进去。来，快走啊。来，进来吧。坐下，坐下歇会儿。哎呦，瞧你这身臭汗呢，这一路差点没把我给熏死。嗯，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啊，吃完了你到柴房洗洗。听见了吗？哦。给，拿着。啊，吃。哎，吃。哎，别急，吃完了还有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敏感处关节。吃完了，嗯，再盛碗去。嗯，吃饱了。这大小伙子一碗哪够啊！我真的吃饱了，您看我这肚子都能当鼓敲了。哎，叫你吃点东西就跟害你似的，不吃算了。那你到柴房洗洗去啊，东西都拿好了，快去呀、啊嗯。好。哎，哎，那个洗干净点啊，水用完了，后边有山泉，用桶去提，把缸给我装满了啊。
出古北口到热河承德，路上最少还要五天。口外那段路不说，光关内这段路，凭咱们几个绝对走不掉。罗冲调集王府所有侍卫，又在京畿提督衙门借调好些高手，咱们出京闯到这里，八个护卫就剩下咱们几个人了，再加上我，总共也就四个人，绝对保护不了郡主。娘，别说那些丧气话了。不是我说丧气话，咱们陆家五口人已经死了你爹跟你哥，剩下咱们娘儿仨也随时都准备豁出这条性命，归根究底护卫郡主要紧，咱们想法子把郡主送出关口，送到热河，见王爷跟皇上报了主恩，咱们就是死也瞑目了。现在难就难在远水不救近火，就近能找的帮手只有他。他行吗？我看靠不住，万一是罗冲的狗腿子，那不是把郡主送进虎口里去了？不用就除掉，免得窝里藏奸。我把他诱到这儿，就是要先稳住他，然后再决定用还是杀。用他，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信得过，不过他很倔强，怕不听话。我也认为可以用他。你们想想，娘是用同情怜悯之心诱骗他到这里来，他要是心存狡诈，还会轻易上钩吗？也许他是将计就计，郡主曾经落进过他的手里，他要是想谋害，还会轻易放他走？嗯，好了，用他。这样就能让他乖乖听话。喂，大妈，我从小就不信邪，你打死我，我都不会乖乖听话。哼，那就试试看。不用试，他就会认输了。陆大娘不但在你饭菜里下了毒，还趁你睡熟的时候搜走你的宝贝，指挥猎鹰的鼓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指挥猎鹰的？哼，陆大娘曾轻敲了两下，引来硕大吓人的猎鹰，站在房顶凝视不走，害得鸡群都瑟缩瘫倒在地。他就知道，这个扇形鼓就是指挥巨鹰的宝物。好吧，就算我上了贼船。什么？哼，说贼船要觉得难听的话，就算我倒霉好了。不过既然要我帮忙，总得让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怎么当的事儿吧。各位尊姓大名啊，我到底帮谁呀？详细情形说来话长，等以后我再告诉你。你现在要拼尽全力保护郡主出关，然后把郡主送到承德，我就给你解药，还你皮骨，再把详情说给你听。先简单挑明一点也行吧，到底被谁追杀？豫王府的总管罗冲。奶娘，没事。猴子，娘，照计划行事。是。祥子，哎，你赶去盛京向福晋报信，把福义的事详细禀报，就说郡主被他们追杀，命在旦夕，请福晋赶紧回京。娘，福晋回娘家奔丧，一时无法脱身呢。这你别管，照我说的去做。你要日夜换马赶路，嗯？是。快走。娘，那你呢？别管我，有程峰跟着呢，没事儿。祥子，你爹跟你哥都是英雄好汉，
你跟猴子也要给我争气，就是只剩半条命，也要把福晋给我请回来啊。嗯，哥，兄弟，快去，走，快走吧。嗯嗯，走，咱们走。混账！活生生的一个人你都找不到，他能凭空飞了？卑职该死！是。啊！慢着，在府里杀人，你疯了？脑袋暂时系在你项上。再去找，不管调用多少人，北京到古北口这一路，给我东翻遍也要找到。快去！是是是。这箱子里密不通风，会不会闷出痱子来啊？把它装到箱子里，这主意真缺德。哎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我是担心呢。哎，你看，哎，站住！没猜错吧？啊，他们果然从这条路逃走。陆猴子，你什么时候改推车卖肉了？啊？呸！凭你这句犯上辱主的话，就该碎尸万段。犯上辱主？这么说，这里边有我们的主子了？哼，快让开路，否则别怪我不顾旧情了。哎呦，我好怕呀，好像是刀已经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啊。刀快不快？快呀、啊、我见过剃头像割草一样、啊、原来是剃头刀啊，也能当修脚刀、啊、打开，我们要看看这只箱子是你们打开啊，还是由我们劈开毁了。哎，这箱子是我的，弄坏了你赔啊。我赔？我赔你两个头。赔。哎，如我父母，不能饶你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给我收！铁头喇嘛，哎，你护着箱子先走，我挡住他们。不，一起走。嗨，你先走。这个和尚练金钟罩、铁布衫，非常凶残，能生吃人肉。啊，那不是成野兽了？你快走。喂，郡主啊，想不到你瘦瘦弱弱的竟然这么重啊。好小子，你敢蒙混欺骗，我也是被蒙在鼓里啊。来，程峰啊，怎么样啊？
庙里有点脏，但能遮风挡雨。去这里呀、啊！哎，程峰啊，你去找点水，我把这收拾一下啊。哎，到古北口还有多久啊？难说，两天吧。两天？哎呀，那我的腿不是要走断了？哎呀！郡主啊，你就再忍忍吧啊、嗯、等到了古北口咱们骑马啊。哎，奶娘、啊、那个蒙古小子不会死吧？能生啃人肉，这个喇喇牙齿好厉害呀！金钟罩，铁布衫。以前听苏鲁师傅说过，可没亲眼见过。这个喇嘛好深的功力，能刀枪不入。哎，既然刀枪不入，石头砸到脚上，怎么疼得鬼哭狼叫呢？现在怎么办呢？驼骨被偷走，没法召唤铁筋儿，身上又被老太婆下了毒，只有去找他们。这个老太婆真阴险，我还以为她是个慈祥的嬷嬷呢。烧水让我洗澡，是趁我洗澡偷东西；煮饭给我吃，是在菜里下毒。哼，别说我，就连他自己的亲儿子，哎，那个鹿猴子刚才不知怎么样了，不会死在铁头喇嘛手里吧？他们这样护着郡主，对头又不择手段追杀，到底为了什么呢？来，多少吃点儿，好保持体力啊！我想喝水。少喝点水，喝多了麻烦啊。程峰啊，啊，你也快吃点干粮吧。啊，刚吃过了。我也知道你受不了这种苦，可咱们这是逃命啊。侧福晋跟罗冲想办法杀你，要封你的嘴，你逃得性命，他们就死路一条。再艰难困苦也得熬过这两天，等出关到了热河，就是他们的末日了。我在担心那个蒙古小子，我怕他被铁头喇嘛杀了。他死了，猴子也就没命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是要他们去送死的。遇到铁头喇嘛，他们根本就逃不过这一关。我就是让他们绊住铁头喇嘛这头野兽，以死相拼，让咱们有空隙能逃过松树峪隘口。来，快吃吧，吃完了咱们趁夜走啊。不是说睡这儿吗？我这心里发慌，咱们还是趁夜走啊。还走？走不掉了。大娘怪累的，也该回头了。欧长安，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，王爷待你恩泽深厚，你……王爷待我恩泽深厚没用，他远在热河，鞭长莫及呀。现在府里罗总管说了算，我不听，这项上人头丢了，谁能沾上啊？放屁！你这个势利小人！够了！再啰嗦，就别怪我对你不敬了。嗯。
啊，郡主，给您见礼了。奶娘，您闪开，我就跟他们走，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。对了，我们是不敢动郡主一根毫毛，只是想请您回府，府里侧福晋跟罗纵管还在等着呢。欧长安，你就放他走吧，郡主回府一定会遭毒手的，王爷就这点亲骨血了，他会感激你的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大娘，我只是想请郡主回府。郡主请吧。郡主，郡主，哪里送？哎，我去了。程峰，郡主，快走啊！哎，郡主，快走！哎，怎么了？糟了，解药没拿，脱骨也不能丢啊！脱骨？哎呀，没空解释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回去找陆大娘啊！哎，不用，我怕。怕什么呀？你在这等我啊！哎，你。别去了，你怎么也跟来了？哎呀，我哎呀，真没办法。哎，我进去看看，你在这等我，万一有情况，你先跑，别管我。哎，哎呀，你先跑，我才容易逃啊！哎呀，我哎呀，我叫你跑，你就跑，啊？我好怕，我怕。庙里好像没人。哎，怪了，怎么了？怎么没人呢？连尸首也没有啊。我们走吧，别在这蘑菇了，我好怕。别怕，你闻到什么味儿了没有？有发霉味儿。除了霉味之外呢？嗯，还有酸臭味儿。哪来的酸臭味儿？你身上的酸臭味儿。哎，你生气了？我身上酸臭，你离我远点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下雨，不是诚心跟人为难吗？这人要倒霉啊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还是快走吧。难道你想出去淋雨啊？可是欧长安他们回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回来就拼呗。拼不过就跑嘛，你倒是想得开啊。那怎么办？反正遇到你们呢，算我倒霉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？我说了痛快，多包涵点吧。欺负我，到了热河我一定饶不了你。饶不饶我呀？等你有命逃掉再说吧。你以为欧长安敢杀我？我才不怕呢。不怕？不怕的你跑什么呀？你啊，虎子！
美人千古一笑，青山迎风醉倒，看那走是飞沙也为你心跳，谁在月下垂笑，像你白衣飘飘，温柔像你佳人俏，即使情字难逃，做个情侠也好，情为何物尽是答案得不到，许是真心痴心，许是粗心烦心，也许你还得不到，让我策马扬鞭，豪气冲云霄。是太傻太